那娃子不需要吃吗？你说，那个快些说，要不丢了，我也是可丢了今天。是吧？啊。还是今年冬天不丢了。我刚才掰着看了俺以前的视频，我那天你妈过生日的时候，穿的那羽绒的毛毛羽绒衣，围的多危险。我觉得还是今年应该是到现在都没拿穿下来的了，那是不留了。留开了吗？今年？今年比去年时间早过的。哦。再拍下视频也挺好的，人秀开开一天发生上市了，我先一翻，压力开点了。哦，前两天你给你妈做的上菜那天，是的。你欧阳不告你，你前两天我那学期那天发生啥事嘞？去年的这两天，就你妈过生日的那天，你发生啥事嘞？记得了吧？那没哪能记得。啊，你的了，你过生过你生日的那天发生啥事嘞？我的。我的呀，哎，太寒酸些了。看到不要送你生日礼物了，送了你也记得了。咱们学不起来呀？学不起来，怎么能学？要不然你把我画饼一个呀？不要吃啊！啊，再经常学起来的。我穿个貂，我带你画饼。那个是貂。带你买点吃饭。记起来了吗？啊？记起来嘛，还记得起来？你看，白对你好嘞。哎，我还是说你要记起来，我今天就光对你好，今天你再换了个花悠悠。你记不起来，不怪你。操，记不起来，我光记得你的，你知道吧？记得我是二十三，二十三是啥也没拿到呀？车的叫怎么个呢？都光车叫了，我记不得。你看，我光记得你的，真是光记得我的。啊、哦。哎，这。这个还证明是都是学的对不了的两个，学不学自己啊？你现在说的孩子躺的不行，我就这都管你好了，再一下哪能好了？我再一下就一管你歪了，那就要再好不了，你虽然还蛮心的，就是他说起的了，也是明白的好不好好的。哦，我以后少说话。啊，今年给妈妈过生日是准备给她吃啥呀？吃啥呀？借她喜欢吃的。你每年给她吃的大冷的。哦。今年也给她吃火锅，涮锅的。吃涮锅。嗯。妈妈，妈妈挺爱吃的呀。哎，有个鞋子就不要做了，麻烦了。我那些人我可做不过来。我主要是把车你做好了也不能吃，哎呀，不算了，不考虑，我不能考虑，又不能吃又不能吃。就吃涮锅多啊，娃娃们也能吃，大人们也能吃，爸爸主要是还有爸爸们，太辣的他又不能吃，哎呀。啊，那你最好还是不要做又辣的。越油锅就行。你看那天我说是不能吃了个大盘鸡，那你舅舅是吃了，你看回来就严重了。哦，还是不能吃辣的鸡。不是有时候能给你辣的，不是有时候啊，那别人告你不能吃辣的，你就不要硬骨的那吃，知道吧？那个身体脏不能吃，吃多一点点，你看这病严重了，你看这。是道理啊。啊、哦。你改。哦。嗯。我知道你是好心，就叫俺们吃好吃的了。你看这付出的代价都没惨痛。超来的，又好饿的。我那怨你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就是，吃出你的毒药也高兴。是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还在把我闹得逼了，有的话说都得到先买鱼，是不是？不喊帅的嘛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咱把那些上好来买的吃了肉，不要上边买的吃了肉更好了，是不是？哦、是的。啊、哦。没那个要紧话哎。那你不是要微单？微单给你要了一点点。哎呀，微单不要不那些，就话也不会要你了的。要吃微单人再好，自己吃了不微的嘞。哎呀，你微单，二九八我不能上交微单，知道吧？就这吧，就这吧。吃的单的只有好处，没坏处。我都在头发还没拉洗了，这你。我给你洗。啊？
我给你洗。你给我洗啊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我是你有这个洗脸洗脸，还找个人我赶紧洗了，把我开到床上上了，让我床上飞舞了。哎呀，没了，咱家里的进化也没了。大家说我用不用我老公给我洗脱了？而且我要我把洗衣服，你们把你刚骂上，我主要是把你们骂我了。主要家里也要洗了，你看不是。这辈子老公给我拖到了外头给我洗的时候，就是我坐月子的时候给我洗过，除了我坐月子的时候洗过，其他之后再没拿给我洗过的。然后再洗。无往复一的东西。啊？啊？无往复一的东西。又是你的。你好好，你洗回去，就是坐月子的时候给你洗来。啊，那你等我还会洗来，我等我。啊，算了。我等我还拖着不能动了。洗不起来了，还说算了。还有啥时候能记得着呀？还没得几十年了，都来说时间。就是提醒你，你也记不起来了，你。你是都提醒着呀？太阳能说起来了吧？你说如果咋地提醒你了？你就说因为啥给我洗头来？因为你看了嘛，你看阿娜都来好了，你老婆洗头了，我说也给你洗吧。你没拿到我了。啊，你要说没拿就没拿吧。你看二十九，你说没拿。又没拿不知道你对我好，听见吧？今天的月也该还了，今天把头洗了也还了。来了，今上好些钱，快些把我的病好了，好了给你妈妈，给咱妈妈过生日，我是你妈妈，好吧？